好，猜猜我们来到哪里？欢迎来到下北泽。这一次来的目的也很简单而已，就是不得摇滚的兄弟群里。说完了，先去第一个地方。然后我们是坐小天机进来的，跟他们一样。这里就是郭启讲说写不出歌词的地方，对，就是这里。这条街道还指的非常重要了，因为这条路是一路的直通到这个下北的萧塔那一边的。下北的萧塔就是杰出乐队他们去做 live 的地方。我看看还在不在啊，因为我看其他人，哎，有在。因为我看其他的 YouTuber 或是 UP 主他们在走胜利巡礼社就有看到这一些的 poster 的，他现在是剧场主题片的，我没有看剧场主题片，但没有新内容我就不看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下北的大天使就是在这里跟波提讲聊天的，我记得好像是第七还是第八话我忘记了，就在这个饮料售卖机，我们就找 live house 的下北的小站。不过这里有问题，我是不可以直接拍的，因为它是不实拍的。来，我们看到上面，它是不可以直接拍到上面去的，我们就紧紧的看。看不看到有一个五颜六色的墙，那个就是他们拍这个花门跳的地方。这里在动画里面是一个卖旧衣服的地方，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了工地了。啊，我到了，这个地方很重要。来，你们想象一下，红色、粉色、黄色、蓝色、黄色、蓝色，在就是这个地方了，应该是第五话吧。红夏跟他老姐闹别扭之后，他就坐在这里了。然后人就躲到这里了，是谁我就不多说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他们就在这里买饮料，这样子。这里比我小胸大耶。一开始看的时候以为这是一个小公园，像大雄家附近那个之类的，结果人还蛮大的。坐下吧。哇，好热。我继续走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哇，跟动画里面的真的差不多样子呢。那么多时都没有变，其实这样子的。我想拍一个我自己跳起来的照片。各位，我老了，跳几下就累了。这里又是另一个他们拍照的取景地，大家认得出这里是哪里吗？就是这里。恭喜大家猜对了，猜不对也没关系，我继续走。因为这样子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波奇讲以及 Kita 上就是在这里告白的。我这个波奇多粉已经认定他们是告白的。我镜头拍这里，就是这样。
对，原型是 Burger King。Godo-san， Kita-san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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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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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已经忘记这个台词是什么了，抱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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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所有的 Yoku Monster 就这里。看到对面那家烤肉店吗？那烤肉店干，居酒屋就是他们庆功宴的地方了。啊，是这里啊！我绕了一圈才找到呢。Man, what can I say? 这里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取景地。拍得到吗？听得到我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了。我们要离开下辈子回家了。那今天影片到此为止了。如果喜欢这条影片，欢迎点赞、留言、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やりますね。